台的人，晚上好。今天穿裙子，今天怎么这么卡哇伊？今天有出门晃晃啊，因为时间蛮充足的，所以就把妆化完了。今天的衣服很正式，其实是随便穿啦。谢谢阿尔法的红包，红包。今天偷不偷得进去？今天好像有哦。Yes。谢谢阿尔法的红包，就是刚好今天白天是有出门的，所以就是有好好穿衣服。怎么听起来像平常不穿衣服？就是说今天有好好穿好看的衣服。今天电台就不吗？我今天下午就把它。拿去充电了，所以它现在100%够了吧。然后对，刚刚买了新的 mascara 睫毛膏，因为我的已经用完，你们看我的睫毛已经完全没有东西了，超好笑，就是我那只已经画不出任何东西了，尴尬。我就买了新的睫毛膏，用回了原本喜欢用的牌子，也可以洗法式也太可爱，真的吗？你看，是蝴蝶结，リボンだ，可愛いでしょ。确定100%够吗？我一直插着电，我就看他今天下播的时候会变成几%，我就坐等。我现在插着，他已经变99%了，太夸张了吧！我才刚讲完他就打脸，想怎样啦？穿的有点正式，没有啦，这是阿潘平常出去逛街会穿的样子呢。泥瓦斯什么泥瓦斯会很快进行什么瓦斯啊。三说抱歉，我带朋友去看公演，结果抽到这一排，这一排是山顶吗？太会抽了吧。阳光就穿得很漂亮，对啊，就是穿自己喜欢的衣服。自己变成 worse 了，期待今天的 QA。 对啊，我就是突然很一时兴起的想说我来做个 QA 好了，我很一时兴起耶，昨天还没有想做这件事情，然后就今天醒来之后突然好像可以来做 QA， 超随性。倒数第四排那还好啊，倒数第四排我还是看得到你啦，硕不担心哦。那个坐山顶的我都看得到了，有什么困难的？啊，好喜欢这首，再听一次。昨天才知道这首歌。我在可爱的第一排，前天的祝福有用，真的假的？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偶尔 QA 还不错啊，耶！阿汉刚从银行下班，才不是嘞，几个哦。要和阿潘见面很开心。真的吗？伊有你，你在哪里？你住哪里？你住哪里？你住哪里？我是丹。你是不是眼睛有勾玉？山顶进来看得到？看得到啊。
只要你有拿绿色荧光棒，我就会努力找到你。嘿，草莓酱，伸手。我的音组已经变成右区守护灵了。哎，你怎么又在右区？你看大家都觉得你穿得很正式，为什么？我不过就是穿了个，就是穿了个小裙子而已，这样就很正式。难得，这样就很正式了吗？就是随便拿的衣服呢。这次还可以举新的扇子，哇，有新的扇子吗？有的，有利息，这套真的好看。麻油送的，你平常都提对啦。请问4月25日有在乌美剧院办活动？哎，不是4月25吧？那个是这个周末哟，是17、18哟。嘿，桃花哥说什么？哼，不然就是你平常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 ？QQQQQ， 425没有。对，大家要买我的新扇子，这次的悟饭有新的扇扇，请大家要记得买阿潘的扇扇。我也还没看到自己的扇扇长什么样子，我很期待。然后我今天打蝴蝶结打得很好看，对不对？我越来越会打蝴蝶结了，不觉得今天蝴蝶结很好看吗？就是我的心情都会在这种奇怪的地方很好，就是可以。桃花哥真敢讲桃花哥吼，嘿，我是说我要开户啦，188柜台账号了，哦，是这样吼。买都买给祭坛添建材，蝴蝶在上面比较好看。谢喽，大家今天都是怎么了？大家今天都吃糖是不？不知道居酒会不会很难看到柱子后面的人？居酒，阿爸奶奶。新的 UNI 曲好期待，不说了，新的 UNI 曲真的很期待，我很紧张。新的 UNI 曲我很紧张，你在紧张。阿潘今天心情很美丽，对，我今天心情还蛮美丽的，我今天应该说我最近就是心情还蛮不错的，我不知道什么，就是最近心情真的都蛮好的，就是每天都很愉悦，状况还蛮好的最近，然后做事也都蛮有效率的，哎，不一定很有效率，但是都有在做事，哎，就是没有无所事事这样。然后这个蝴蝶结真的很可爱，这不对，我真的是进化了，哎，打蝴蝶结的功力，很可爱的不对。哪一首紧张不告诉你，会让你听到满满的阿潘口也大。想到阿潘可能改完的王子就很期待。这两天我们嘴巴正常也会甜，嘿，所以平常不甜。Hello Lucky。今天穿的是麻油送我的裙子。紧张就感觉是可爱型的歌曲，我不知道啊，就是很紧张，我很紧张，我很紧张。你们知道我又是个忘词大王，然后要记新的歌词对我来说是一件，就是很怕自己唱错词哎，然后很怕跳错哎。就这有印象，去年生日礼物是的。如果抢到5月的票，就当一日阿潘雨林粉好了。要的，
阿里嘎达，写在手上啊。弟弟也记得吗？那是什么？我忘词王啊！我真的很怕忘词，然后我又很怕，就是，我就是那种就是会突然太投入，然后会忘记自己在跳什么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很怕，我很怕，我怕跳错。说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正式上场都不会有问题。我都是现在干一干而已，我都是就是上场之前会开始干，然后上场之后就没事了。不然这次我可以帮你提词，你把歌词传给我，笑死！你先练一下你歌，不要，不要。要大字报吗？不要，一样啦。哎，这次好多人坐第一排哦，大家怎么了？大家怎么都突然欧了？好开心哦！哎，好开心哦！可是更紧张了，亚贝，新的幽灵群，然后你们给我坐第一排，我真可以。呀吼，可以啊，棒！呀吼，勇哥。我这次坐山顶，问 staff 姐姐可不可以帮你举字卡？你这次怎么在山顶？你怎么在山顶？羡慕第一排，不然阿潘先把歌词写在纸条上，揉一揉吞下去。你是当记忆吐司在吃吗？没有啊，我只是在侧边第一排。你们怎么都这么会抽位置？大家这次是怎么了？好欧诶，哎，没事啊，你自己买有饭，真的，我还是看得见你哦。不担心啦，你的应援扇这么好认，是不是？我把 L 底下遮住也是一啦。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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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那个便宜的那个意大利面，山上空气比较好啊。反正望远镜也准备好了。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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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山下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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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每日飞镖，下次就换你好不好？下次就换你了，把欧运分一点给你。阿潘右手边第二排，我右手边第二排，好，没有问题。放心，我就是常去聚餐那家。对，我久违的吃了那个我很喜欢吃的那个樱花虾面，很好吃呢，很久没有吃呢。Hello 大家，然后我 QA 就是意外的，就是募集到了颇多神奇的问题哦，感觉好日系，很特别，谢谢卡拉，今天呢，今天就是去逛街，然后买了一些东西，就是一样啦，造祭坛嘛。然后呢，就是我有个七爱路的立牌，它高达17公分，然后我到处找都找不到装得下它的盒子，我真的是要疯掉。我今天还跑去母鸡是什么你们知道吼，就是母鸡，然后我今天跑去母鸡。代号越来越多，我去母鸡看那个亚克力盒，然后就发现它是卖的是16公分高，可恶，差1公分。然后我就又跑去，就是我平常去的那家，对，我就喜欢50元，对，然后就顺便买了一个，其实也是透明亚克力盒啦，虽然它其实原本是拿来装鞋子的，但没关系，我想要拿来装装看，啊，装不下就算了，装不下我那个立牌就另外装。孩子请善用虾，不要，我要用母鸡。这个代号也很多，居然叫母鸡，反正你们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嘛。我都没留哎，没事儿。这17公分高的立牌真的是蛮厉害的，母鸡斗啊！
欸，你们没有听过这笑话吗？公鸡最喜欢用什么牌子？就是母鸡，超好笑。菜豆草母汤，虾子跟梅屋顶都很好用，我知道。虾子跟梅屋顶，第二种我也是觉得安慰。你们怎么都知道，好厉害哦！听得懂的你们也是蛮厉害的。虾子最近很多免运跟折价券哦，真的吗？这个笑话是这样开头的吗？好像是，现在改笑咯。哎，不是，就是哎，我不知道，我没有上去虾子看嘞。我想到虾子上面买也是颇贵的啊，跟虾子买也是颇贵的哦。去我平常去的地方就100块就解决了，多棒！等一下哦。而且母鸡其实也卖300块，就是跟虾子买也差不多，那还不如就是实体店面买一买。我不知道哎，就是我在虾子那边都没有看到喜欢的。有个微辣，只不过是 reset 前期的事了。风水轮流转，虾子你可以不用出门，没关系，我就就很勤劳，平常都是讲我就懒，我就勤劳，至少没运费还可以出门讲，嘿啊，可以在床上咕噜咕噜，我已经每天都在床上咕噜咕噜了，先不要，我已经咕噜咕噜好几天了，礼拜二开始吧，礼拜二跟礼拜三都在咕噜咕噜，哎，是 all day 咕噜咕噜，然后就是。有就是顶多爬到电脑桌前面，然后就是弄一些档案啊什么的，然后弄完之后，然后又回去咕噜咕噜呢。羡慕能这样耶！ Yeah! 我羡慕放假，不说了，明后天你们放假的时候就是换我。就是换我上班了，礼拜六日你们放假就换我上班了，有下一个做。この曲よろしくね、ハルトラップ大好き。哎，マジ，我也超喜欢这首歌，勇哥，やった！我最近一直在听よろしく的歌，就是每一首听了都蛮喜欢的，但就是偶尔才有空上去查一下歌词。最近很多。就是听很多以前不会听的歌，但这首就是一直无限的重播，因为很喜欢这首歌的曲风。你有无线键盘要变胖了，你知道吗？我的键盘就是无线的。走啊，咕噜咕噜，看表演喊扣也很累啊，不用来。家人有时候也上上班，辛苦了。不行，我现在床上都是那个刚洗好澡的维尼们。之前送洗了几只维尼，他们今天回家了。好，那我来回到 Q&A 好了。那你有看他们 live 版的啊？你知道勇哥，我现在放的就是 live 版的。什么做仕事ないけど仕事ある，耶！哎，我喜欢这个双关，我喜欢。喜欢，所以我放前一个啊。だから私音楽をやめた。我也喜欢那首。先去丢问题，等你哦。我来，回答几个问题，我来看看啊。当有人问说，想问我的拿手菜。我拿手菜，阿潘会炸厨房哎，那个拿手菜的可能是泡面吧。
我的麻婆菜可能是泡面吧，可能还有鸡汤吧。哼，我一天听几乎十次，我也是。哎，要大，有点细。松饼头团圆同味，没有会做泡泡的，没有会做菜，但很会捞泡泡。对，不会捞泡泡，没礼貌，没有泡泡，可能就是很会煮鸡汤吧。不存在那种鸡汤，这样算吗？这样算吗？然后，拿手菜还有什么？拿手菜，拿手菜，就是把牛排丢下去煎，然后把它拿起来。这样算有做事吗？这样算有在做菜吗？就是只是把奶油涂一涂，然后把牛排放上去，然后拿起来，结束了。我什么事都没有做，这样算拿手菜吗？鸡汤应该超补的，应该啦。到底谁乱问泡泡？就你啦！你会煮水饺啦？我没有自己煮过水饺哎。想喝你做的鸡汤，我说的不是真的可以喝的鸡汤，是心灵上的那种啊的那种鸡汤。记得要说什么龙火肉，下回下回。Hello 鸭子，原来阿潘和袁哲阳炸厨房类型，你需要让台北新北大家先逃吗？我有想要努力锻炼厨艺这回事啦，但是就是可能我房间可能要先有个灭火器才可以开始做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被自己点的鸡汤毒死呢。那煮泡面总该会吧。对，所以我刚刚说的拿手菜可能就是泡面，这个我没问题，热水壶嘛。然后大学的时候，有时候会跟同学在家里自己就是开始煮东西，煮过什么？煮过咖喱，咖喱也没有技巧。然后煮过简单的意大利面，然后煮过什么奶油蘑菇汤之类的。谁不会煮热水？我最会煮热水。你要知道热水要煮的好喝也是不容易的。有个好笑，很烦耶。不是哦，看到熟人，嗨，怎么突然跑来看我直播。谁不会煮热水？我的鸡汤应该很浓郁，你说是吧？我不知道，咖喱快丢下去水里，咖喱不就好了？怎样啦？怎样？啊！你们就问我拿手菜，我就是直诚实说我自己做过什么料理，就那些嘛。啊，蛋糕人家是说很好吃啦，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食谱写的好啦。哦，对，最近又想做蛋糕了，应该下礼拜应该找一天放假可以去做蛋糕或者是做饼干吧，想做给 Sakura 大家吃。不需要害怕，可以去宿舍。宿舍有两位厨子，喵大厨 and 法大厨。对吼，你的蛋糕很棒，谢喽，是不是？还记得我会做蛋糕吗？还是有做过蛋糕吗？为什么我今天有点晕？是不是水喝太少？有点那个老毛病。就来打打气啊，平常没看直播习惯，谢喽。很久没有聊天了，对不起，好像其实是我没有在回讯息，对不对？狗妹，你可以做给布丁一个生日蛋糕，好像也是好像可以做。没吃饭也有，我有吃饭，我差不多7点多8点那时候有吃。放错层的那个不是。顺便问一下，大地会下厨吗？啊，你说那个吗？雨露，我不知道他做菜好不好吃，但是他有一阵子很喜欢做菜，他现在好像也有在下厨，就是，有一阵子跟他出去，然后他会一直在看一些什么，就是保鲜盒啊，然后看一些食材啊什么的，他是有在下厨的，我记得。
但现在有没有持续的下去我不知道，应该是有。温饱呢这么贤惠的旧手机威能，对啊，我不是，我跟你们讲，我从下午四点吧，四点，然后就把手机插上去就插电，然后我四点出门，然后就插了电，然后到我回家的时候，它还没有100%，真棒，真是太好手机。再来回答下一个问题。有人问说新 UNICH 的表情掌握度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了吗？我必须说，就是对于新 UNICH 我其实有很多苦恼的点，但是这个东西可能要等公演之后再讲，不然就是会爆雷。那我就是以不爆雷的前提下稍微讲一下最近练习的感想。最近练习的感想就是全身都很痛，就是应该说因为自己有想要挑战的东西，然后因为 UNICH 每一首歌曲它其实风格都差很多嘛，所以代表就是说，就是我要再重新去建立一个新的风格，建立一个新的形象，所以这个东西要怎么再融入个人风格，我苦恼了很久很久，甚至到现在我觉得自己可能只有做到87分吧，87就是大概只有87分吧。我觉得歌词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当初在练唱的时候到现在就是边跳边唱什么的想了很多，想了很多，就是对于这首歌的诠释法，然后看了很多次，看了无数次日本前辈的表演，然后查了很多很多版本，然后自己想了很多。当然就是前面就是三组人就是也都有表演过嘛，然后这些东西我也都有去了解，然后去问别人说你们当初怎么诠释这些歌曲的。那最后得到的答案就是应该说没有一个正确解答，就是我自己整理出了一个诠释法。那至于这个诠释法好不好，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满啦，我不敢把话说死，但是我觉得我有尽全力去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希望会顺利啦。我觉得我有诠释出自己想诠释的东西了，那你能不能成功传达给你们，就是快见真章了，没错，后天就见真章了。哇，输给美心，对啊，哇，我87分输给美心，他是为了装你煮的啊，只是等不到。你说他买保鲜盒吗？才不是为了我煮的。我会在身上研究研究，反正后天就知道了。对，就是希望大家看得开心。那至于舞蹈上嘛，舞蹈上我觉得还有一点点进步空间，可是没有办法，这个我觉得要上了舞台之后才会知道，因为舞台上跟平常练习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可能要等这次公演过后，可能会再自己去做一些微调整吧。希望你跳得开心。对了，阿潘喜欢 Yoshiko 的歌，那 Yoasobi 的歌呢？因为风格也蛮一样。最近光是在研究 Yoshiko 的歌，就已经花了还蛮多时间，所以 Yoasobi 还没有开始听。我好像要时间跟舞台的积累，对，我觉得当初奇迹这首歌我也是累积了很久很久才得出了最后那个解答，所以我觉得也是急不得，但至少我已经把我能做的所有功课都做过了。要说有自信的话是有自信啦，要上舞台怎么可以没自信，一定是练到都有自信的，但是是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样子就不好说了，我只能说我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这个歌。
再来，在台上不让自己留下遗憾就好，没错，頑張ります。再来，我来念什么？举手鼓掌是什么？举手鼓掌会卡卡的吗？举手鼓掌会卡卡的，什么意思？你们不要想要用衣服来调出问题哦，我衣服都没穿过。我跟你说，我有试穿过衣服，但是我没有穿着衣服跳过，所以你们问我这个不准哦，我不知道会不会卡哦。哦哦，这是个舞蹈动作，是哦。我不知道举起手会不会卡卡的，因为我有穿过衣服，但是我不知道跳起来是什么感觉，因为我没有穿着跳过哦。衣服会太松吗？衣服会太松吗？这个你们问我也没有用啊，因为你们问我，你要问我其他的伙伴们呢。我是不是很会逃避问题？我是不是很会转？我不知道啊，你要看我跟我跳同一首 UNIQ 的其他人的身材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小只的，我不知道。帽子重吗？我不知道啊，我还没戴过，我真的没戴过，我还真的没戴过，我不知道哦。不管是法式还是帽子，我都没戴过，我只知道衣服。我只知道衣服是不是我能穿的，因为我们当初只有试那个，就是同一首歌的几个人，那个衣服的 size 会不会有人穿不下，然后要换，就是要互换这件事情而已，其他我都不知道哦，其他我真的都不知道哦，我还是看看今天的红尘就好，不猜了，不要想猜哦。还想猜啊？我干奶呢？我干奶呢？我也不知道自己头上戴的是什么呢，还没有戴过呢，要当天早上才知道呢。Unis 不是某个站位固定某件哦。没有啊，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你从哪里听来的？没有这件事。哎，好多套都有帽子，对吧？都有帽子好吗？都有好吗？我看一下，我看哦，第一首有，第二首有，第三首有，然后后面那两首有帽子吧？对啊，有帽子吧？也不是帽子，就是那个花圈嘛，反正就是都有法式，但是我都没戴过，头上的东西我一律不知道，都没试，因为 头上的东西是不用试的啊，头上的东西就不会有 size 的问题，但衣服会有 size 的问题啊。啊啦啦，我只会称赞衣服好看而已，谢喽。哎，可以称赞一下我好看，就是不要称赞衣服而已吗？后面两首头饰啊，对啊，我也不知道头饰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洗的我一到五，你这次选择什么？我选择你。鞋有大小问题，对啊，所以没有固定说哪一个站位就穿什么，就穿哪一套，并没有。只有 center 是固定那一件衣服而已。像那个，像你看奇迹不是就是两套绿的一套红的嘛，然后 center 就固定穿红的那一套，那至于旁边的两个人好像就是看那个身材，就是看那个人穿不穿下那件之类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身上穿的是我那时候因为那个 center 那件是一人穿嘛，然后类己身上穿的那件就是类己的 size， 所以我就直接穿剩下那一件，是这个状态的吗？然后再来，那时候新乱沙发就是后来阿丽回来之后，我不是换成另外一件嘛，所以就代表就是除了 center 以外，其他两套是就是没有规定想要穿什么的。我记得法式好像也没有规定要带哪一个，好像也没有。
这个逃避问题好厉害。这个有中，我不问了，谢了他们哥。平常太大都夹起来买衣服，会看状况。如果会滑下来的话就要夹，但是那时候沙发那时候没有夹，是因为就是我身上只有透明肩带，如果要把那个衣服别在透明肩带上，我很害怕，我很害怕，我很害怕，所以我就跟姐姐讲说，那没关系，我先不要别好了，就让它滑吧，反正也不会，就是 至少领口这边是憋的，你知道吗？至少这边是憋的，所以就我还好，没事，不会掉，不会掉。我那时候穿的谁？我那时候穿的是七七的吧，就是一字领那一次穿的是七七的，因为我的肩膀是真的比一般成人还要窄。如果大家看过我以前穿小橘的样子，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去找找看，看有没有饭拍，或者是我以前 PO 的照片。就是你们看，因为小橘比较贴身，比较看得出来，其他件都还好，像夕阳那个有西装外套就不准。可是其实我的肩膀是比一般女生还要再窄一点点的，所以就是穿那套衣服就松松的，然后就是肩膀那边就松松的，然后还有那个之前穿，这原本穿就是阿丽回来之前，我是穿阿丽身上那一套嘛，就是蓬蓬袖的那一套，因为它好像是栗子的，好像是栗子的 size， 然后。那时候也是狼狼的，因为我骨架比较小一点点，我这边真的骨架还蛮小，我很多很多就是大领口的衣服都不太能穿，难怪童装都没问题。对啊，就是因为可以穿童装，大家看我常常穿，还到现在还是在穿童装，就是因为我肩膀很窄，不会有这个问题。是栗子的、哦、如果我没记错，我不确定，但是通常我记得好像是找，就是会优先找身高比较高的人去做的样子，大概吧，可能哦。因为你想想看，如果都做像品涵这样子小小件的话，哇，那如果哪一天那个仪征要跳的话，你怎么就是会变成上衣，你知道吗？就是对每个人骨架不一样，真的是骨架的问题啊！大家都很瘦，只是骨头的构造这个就勉强不来，这没有办法、啊，除非我们裹小脚喽。当然、啊，做大件一点才可以夹起来，不然你如果找杰星去做的话，就是你做杰星的，然后你哪一天一定要穿那一套的话，哇！一阵打喷嚏了，哈啾！长裙变迷你裙，对啊，打没得笑，打没得笑。然后我的身材就是算中间值这样，偶尔要别，偶尔不用别这样。可是我的脚特小，所以我通常鞋子都穿最小双的。鞋子超少的、欸、我觉得 Yodiska 的歌都是轻快曲风，但歌词却有点暗，这种 gap 感很棒。我懂我懂，因为那个我喜欢听，我真的很喜欢听 Leona 的歌嘛， Leona 嗓的歌也是就是曲风还蛮轻快很温柔，可是它内容都还蛮黑暗的，嘿嘿嘿。还要垫鞋垫对吧？对。